生活很累，日子很难，委屈不得不隐藏，责任不得不承担，这一路没有人替你帮你，所以我们只能一路靠自己。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是一栋三面土墙，温室大棚，保温性好，可以过冬的大棚，反季节种植蔬菜，棚宽10米，棚长80米，适合全国各地搭建，棚型支持定制，全国发货可上门安装，这款大棚你喜欢吗？在评论区发表下你的意见。热度系的大风木架，30075的，我这没有走下来，热度系。这个是养殖大棚专用的黑毡，非常的结实啊，怎么蹬都不会拉坏的啊。这是花毡，都是养殖大棚专用的。还有这个灰毡，灰毡呢跟那个黑毡它俩质量都差不多，这个花毡呢质量稍微差一点啊，一拽稍微能这边上就容易坏了啊。一分价钱一分货呀、啊。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是新型包宿管骨架养殖大棚，耐腐蚀防氨气防烂，抗风抗雪抗压，使用寿命长达15年以上，棚型支持定制，全国发货可上门安装，这款大棚你喜欢吗？在评论区发表下你的意见。